啊，顾总说他有女朋友了。是啊，顾总有女朋友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算了，我女朋友比较害羞。哎，我之前好心帮顾总介绍对象，结果人家连照片都没看，就说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原来是遇到理想型了呀。是早有理想型了吧？也不能说是理想型吧，只能说我女朋友什么样，我理想型就是什么样。 喜欢吗？很喜欢。那搞定，顾雪，你回来了。 我是顾寻的妈妈。